咁希望翻屋企就唔好再开错啦。As I climbed inside, I saw you sitting there in a daydream. You were lost, but you saw me through the fog.超好吃，它是番茄醬，跟住佢有 Tabasco， 就唔使 mix。呢個是我最中意飲嘅豆漿，因為喺宿舍呢邊咧，我冇豆漿機，所以我都是買呢啲現成嘅。佢呢個是黑，我中意飲黑豆漿多啲，佢好濃啊！我中意。好似屋企整嗰啲，呢個就係我嘅早餐啊，好 classic。
梦老师上次我找了个毛巾，我是不是非常贴心，非常托你。哇，托尼老师帮你剪个头发也是要心理建设的好不好？天宇年二，不要动啊，该剪了。什么能越来越让我 get 不到点了？太可爱了吗？不知道，能发型吗？你需要摸一下你的头发吗？我不想摸。你要吗？那尖丑哎，你这略微粗略的不那么修一下这样吗？对对对，你太为难我了，真的。三千烦恼丝。修，请你告诉我，这大概可能是中间长一点，旁边短一点吧，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？怎么搞啊？我不知道，你这么看吗？你先摸一下这个长度。我不想摸，我紧张。不是，现在就到剪，我剪了那么多，我还可以，不错，不错，就 very good， 我就够吗？还要再剪吗？你修完再说吧。不是，我没有那个剪刘海的那个怎么修嘛？我真的要死。你就修它形状，好像很专业的样子。这么专业吗？这是干嘛？不是因为太厚了，我这样剪不了。是这样剪吗？好高级哦！哇，好会啊！你要会装一点。不是真的，为什么还可以这样？我觉得这个就是变相试试试的节目，不然呢？像我的冰箱，我觉得我跟他可以过日子。你搞笑吗？很合适。贵妇。一翻到嚟宿舍就开始床上的生活，看电视。我真的每一次搬屋都好绝望，你睇下我成间房都系嘢，满晒噶。我依家要先出去打印，因为我屋企个 printer 坏咗，因为考注册护士咧需要重新入过 fingerprint 入系统，所以我今日早上就打咗好多个电话，跟住就。发现 UPS 是可以做，依家是可以做 fingerprint 指纹呢啲嘢嘅，所以我依家就要先要去打印店打印咗嗰份 form 出嚟之后，跟住再去 UPS 度整手指纹，佢就全副武装咁样出门口啦。我依家要先去打印。哇，好快啊！又系个 Felix 入边系冇人噶，我啱啱。啊，好痛啊！我依家先意识到我戴咗 mask， 我系呼唔出气噶。我成日都俾啲纸整到只手，我已经有两个噶啦。呢个系我搬屋嗰阵时整嘅，跟住呢个系啱啱整嘅。
paper cut， 點解我可以次次 paper cut 都 cut 喺啲關節位？我真係醉啦！咁啱啱就打印完啦，咁我依家就要去 UPS 嗰度整我啲手指紋，因為我今個學期咧，我喺 Amazon 借咗本書，跟住六月之前要還，所以我今日去 UPS， 咁我就順便攞埋嗰個去還啦。我搞定出嚟啦！我覺得成個 process 快，即係快過我第一次整咯。翻屋企之後咧，我就 fax 去我考註冊護士嗰、那個fax number， 咁我就完成咗其中報名嘅一個 step 啦。我覺得因為有依次疫情嘅關係，大家嗰、那個清潔的意識好犀利，好強咯。因為嗰台 machine 印手指模嗰台 machine 咧，佢俾我用之前，佢係有用酒精啊，全部都噴過曬先俾我用。跟住佢自己都有戴手套，所以我覺得成個 process 都係非常之 germ free 嘅。OK， 咁我依家就要開車翻屋企啦。其實喺屋企開過嚟呢個地點咧，其實只需要11分鐘嘅啫。就係因為我每一次開車係唔行錯路嘅，所以我硬生生把11分钟的路程开了半个钟，咁希望我翻屋企就唔好再开错啦。最后一次在学校的网站查成绩啦，好彩都仲是 A。家長授勳戴在我們身上，這個就是我們護士的那個 pin， 即是我們授勳的那個 pin， 就這樣的。那學校就寄了這個給我們，因為我們沒辦法在學校授勳。